电花样正在如火如荼的赶拍中，十六号开放探班，让大家一睹言承旭、郑元畅等人难得一见的古装造型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身上的造型，让小众演起这部戏来是绑手绑脚的。因为我们之前也为了花样的时候，剧组有特别帮我们安排一些身段课，就主要是希望我们就是肢体要像古代人。而之前为了拍花样经传受伤的言承旭，身体看似已无大碍，不但显得神清气爽，连被旁人窥语林志颖的感情事也一点都不生气。那再打个那个志玲的爸爸也是称赞他是台湾，我们要拍合照啊，那好配啊，你们要好配啊，好配哦。日前林志玲的爸爸才公开夸奖言承旭，言承旭听闻林志颖的名字更是笑容满面，面露害羞神情，也让人怀疑两人的恋情是否快要有好消息产生了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